嗨，大家，我是德高，最近呢，前几天我们从咱这摇滚台中回来以后，跟徐伟交换了这一颗器材，这样子，咱这 Vox 的 Big Band Overdrive， 可以看到说上面有一些这个它这个天然的这些脏污这样，咱就把它做点清理。首先呢，这个很便宜、很好买的碧丽珠啊，不要喷那些什么开关 input 啊什么之类的东西，但是至少你可以很轻易的用这一罐，然后拿成一张，先把它折成这个形状，因为我觉得比较好用。好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开关拔掉，这个要清理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。这一些，那我昔日欢迎先生，好，因为这样手还是有点酸，所以这边先开一下示意图，这是清理后清理前，等一下它有点自己跑掉，等一下可以看到有这些脏污之类的。我卡姐，我先擦完之后再跟大家再给大家看之后，这个完成品这样。咱这边已经清理完毕了，看得出来说吼，大家看到我的倒影有没有？就相较于可以倒回去前面看，刮脏污啦啥，我已经清掉，现在连上面指纹什么之类的都会很明显的呈现出来哦。那就把它安装上去板子。然后呢，由于空间的关系，很遗憾的，我们必须把尖锐拔掉，先把不知道放不放得下去，要看哦。哦，哇，有没有超大颗？所以 ，course 放下，勉强。好 ，input， 然后它上面写说，电源也是9V 的。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插。好，然后下一个步骤是我要来开音箱，来弄些相关的东西。哦，有够大颗，什么压到线，最怕就是压到线之类的。好，先这样，然后确定每个钮都接好。好，在我开始之前，先开电工。好，哎呦，管子亮蓝光呢，够派的，经典，亮蓝光，啊，如果暗的，好，不确定声音如何，但我们先把全部参数啦什么的置中，好，等一下再来。做其他的录制，然后确定说功能是正常的，可以开关。好，接下来再讨论音色问题，然后先把这个 Octave 关掉。好，我去开音箱架麦。哦，现在来录。好，咱今麦我们准备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使用方法。这一颗新的 Vox Big Band Overdrive 也先安装上来了。等一下我再开另外一个镜头跟大家分享的。好，录音界面也准备好了，我就先按下去，不然等一下忘按之类的。会来分享，因为这颗真的，我觉得踩下去之后，一功能正常，二它真的是天然的管位。至于要怎么还原管位，我等一下来试看看，我会尽力来还原这个所谓的管位的部分这样子。所以说呢，等一下我会比较，主要是 Thomas 跟这个 Tube Screamer， 可能会加个 Fuzz 或 Octave 之类的。因为 Morning Glory 跟尖锐现在没有接上去，所以等一下大家再看看我会要怎么使用。好，现在呢，我要把这个镜头确定一下。好，开始录了。好，来 ，one two three， go。好。
好，现在准备开启它。虽然好像有点不太明显。啊，怎么样才可以让它的红灯比较明显呢？现在这个是有亮的状况。奇怪，就是有开还是没人开？什么？因为搞到喷，没有，他真的有开，他听起来真的很像管子的声音，所以他会比较温润，比较人工 smooth 嘛，我讲工 creamy 哦，像奶油一样，这是国外人家留言的讲法。这样，等一下我会把痛加一点点，哎，来看看他的状况怎么样。好，等一下灯灯这种比较传统的红灯，所以比较暗一点。如果拿开，哎，这个相机是怎么样？为什么？奇怪。好，多加熊又暂停录影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现在是有开启的状态，因为如果不开这个，其他灯又那一趴还是看不太到，所以我还是开一下。感觉这样红比较。好，我现在把痛有多加一点点，来给它平衡一下。现在呢，我来把这个 gain 量加多一点， gain 是这一颗这样子，我来把 gain 量增加一点，然后音量也视情况做一个平衡跟调整，因为我觉得这颗的 gain 蛮有趣的哦。我先从正常的调少一点给大家看看，再调多。
下一个简单的评论，我觉得哦，这一颗它真的不愧对它里面有管子这件事，它不愧对它的体积有没有？哎，它的体积哎，跟你看川梦相较起来很迷你颗，这一颗可能是普通 nano。比如说你我们如果看这一颗有没有 core 在旁边，可能两颗到三颗才会跟它体积一样大哎的这种感觉。所以呢，好不好听？我觉得以它的价格来讲，而且现在二手买这个 size 通常都很便宜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很难不帮他讲好话，因为他真的蛮好听的，这个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我们再试看看其他，然后再叠一些其他不同的效果，所以现在我会缩小一下这个镜头。现在的 gain 还不少，现在的 gain 还不少。比如说你看看，现在 clean。
好，把林家麦拿回来，拍摄，哎，辛苦大家。啊，忘了。好，现在我先存档一下。好，来简单的分享一下，这是开箱第一印象的嘛，那也是一次新的节目的进行方式了，来试看看这样的做法。有趣的是，我觉得它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，就是跟真空管一样，就是音箱感觉好像是它自己发出来的那种声音，就你比如刚刚讲，好像听起来不一样，或听起来很奇怪，不，正常来讲效果其实都单颗都不应该那样子。如果是的话，那问题还蛮大。像今天没有踩 fuzz 跟 muff， 就没有更强大的反差感，也没有开 octave，不过没有关系。反正 two screamer timeless 就 clone center 的这个 clone 这样子，跟 treble boost 都有开过，然后两个 delay， flange cross 也都有开。结论是，不是结论，我第一印象的结论，就这样子弄起来，我觉得这是一颗好东西。如果你可以用便宜的二手价，那新的不知道好像挺惨的，感觉这个有点年代感的。新的不知道可以买到多少钱，但是如果你可以买到二手，然后确定是正常的话，这颗有可以给你满满的管位，甚至如果你虚荣心一来，它真的有看又大又重，又是全金属，还有管子哦。上面还有大大的 Vox 跟可爱的彩绘之类的，它不太可能不好听，这是我目前第一印象的这个感觉。然后现在对，之后我再来剪辑，然后现在还积点东西没有发，所以我再之后来整理一下，剪一些片段给大家当做参考这样。我的哥，感谢大家收看。然后这一颗顺道一提，这一颗是这个月球实验室的徐伟他借给我这样子，那所以说以后会有更多的器材交流，就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这样。然后这个如果大家喜欢这种做法的话，也是可以给我一点回馈这样子。那反正第一印象，第一次的记录，等一下再做一下整理这样。如果大家觉得什么样的心得感想之类的话，欢迎回馈给我这样。我是德高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好，拜拜，再会，拜拜。